营养午餐。今天为大家来服务哦。这样够吗？我们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很公平的都能够四菜一汤的来吃。过去我们自己煮大概只有三菜一汤，所以也利用这机会花了4200万元补助了我们相关的一个学校，把它器材备齐了。那现在呢，让孩子们都能够公平的吃到四菜一汤哦。那在这边谢谢校长老师他们的一个用心。那我们呢，除此之外也一直在推广一个食育美堂的一个部分哦。每年呢，就学校要用竞争型的五所学校来做相关的改制，到今年来已经进入到第3年了哈。那也看到校长们努力的把一些空间整理，来让孩子们在食农教育，在我们环境教育符合我们现在联合国 SDGs 的17项的标准里面，从我们的食材一直到我们的餐桌，来跟孩子们做相关的一个教育。公共空间环境是开放式的，采用多面风格，整体设计简单明亮。就是比较方便，然后可以在这个厨房的地方可以比较方便容易做饭，然后做菜之类的。